让他推吧，前面没有线权的，反正也不急。 没学技能，他可能也学 Q 的，反正 Q 或者 E， 学 W 的概率会小一点。他这个，一定会到前面去了。让他推，我站塔下。我准备好了。 拉走，就和游泳一样。我把他这时间拉走，没那补刀，其实也没漏几回啊。我这波线如果能补完，补的是比他要多的。别怕，别。就拉走。 有点急，但他有点不知所措。大鲨鱼正在接近他的猎物。推也行吧，但我等级可能有点跟不上了，是吧？我也提出来。 太大，再打发育就行，啊，100。我靠，屏障这么细节啊！屏障打伤害，但是原地用屏障 K 不会被打弹回城吗？原地用召唤师技能不用打弹回城吗？好奇怪啊！我靠，这 AD 离谱。 有护盾被打到的话，只要护盾没破，都不会被打弹回城的。这下索隆人的被动一样，就和游泳一样。一个都没拿到。
就算了吧，没打到我就走了。想看戏法吗？回城本来就可以插眼的呀，但平段我还真没试过，主要是我没带过这个技能，我都不知道。下去了小炮，我只能点个鲜花。大小炮没线权，知道吧？他推了线，他能动。剑魔这波三 Q 全中，这波伤害拉满了。杀火男，杀火男吧，小炮有点肉。漂亮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大家不要看一下，大家还可以啊。我们这个时候巫妖做出来，其实不怎么怕他了。我们保持一下对线的等级跟补刀就可以了。不是很大，鱼人怎么打皎月？得等我排到，排到我才能跟你说怎么打。其实你鱼人打小炮更折磨，你不如这把学一下。不过这把对线期已经过去了，接下来就看我们的团战处理了。像我们九级一个一波线，就不是很难受了。现在打谁都是要发育的，你对线期伤害是有点不太够，主要还是要以发育为主。我怎么感觉我这边都有眼啊？我们打出装备跟等级差就可以了。我们的补刀甚至还多了小炮五个刀，虽然说小炮这把在游走，但补刀没有被他压，防御塔是五成，已经是合格了。正常我们打小炮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剩个两层塔了，
但这一把我们有五层塔，五层塔外加这个补刀压制他。你他妈别走呀，兄弟啊！我这个 TP 过来。我靠！不该踢，真不该踢，没用。对，那么小炮怎么也死了？小炮就死了上路了。我准备好了。鱼雷直接中，给他换了。伤害有这么低吗？亲，我还特地等个 Q 刷两个巫妖 ，REWQ 加两个巫妖的伤害没打死。哎，我这个把发育死，三杠一不差的呀。我这波死之前三杠一，打不死，进的是吗？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不带凯旋了，因为现在凯旋得出卢登，现在卢登被彻底是削了。我们现在第一天做巫妖，但如果第一天做巫妖的话，带凯旋就很缺蓝，所以我们现在把副机带成携带了。打吗？耶！我只有眼看到了，我只有眼。
视野，不让他动。上不了呀，按不出来，很奇怪。没闪现吗？慢慢来吧，我感觉还有机会。我准备好了。还有十秒钟，这蓝应该能吃得到。在打吗？没打。踩在浪花上。把冰死了，这个炸我一下，然后还有娜美的伤害。我说这一下炸。炸我这么多血，娜美的伤害算到里面去了。这个皮肤怎么样？我觉得 OK 的，这皮肤 OK 的，挺好用的。吓我一跳，关键是，妈的，我上路不该开。我操，没办法了，回家。还有吗？感觉，连大龙掉了很难玩。
应该会走，我感觉。怎么下路两个又死了呀？买双妹啊，能抢，再打一波。装备都直接卖了。我们走。装备直接卖了。都不玩了，这蓝枪。不吧，我也不想打了。回来不卖装备团一下呀？这装备卖了怎么团啊？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